应该是不会打队友吧，土司喵不会烧队友吧？嗯，土司喵声音好小。可是你不要把它调太大，不然它高音的时候你觉得爆吗？你知道我刚很困惑的是，看我土司喵的声音竟然只有55%，那可能是他之前大爆，让你把它调低。土司喵，你之前做了什么？我们觉得谁的声音小，那一定就是他的最高音是正常的音量。所以如果觉得谁的声音小，那没办法，他最高音太大了。哎、欸，有那个铁巨人。哦，我给你一个那个铁，你自己，你的也才8块，是怎样啊？哎呦，我在打木棍儿。打什么木棍？你直接那个啊。我太久没玩，我已经忘记这游戏怎么玩。你、在缩圈咯。哇塞。我有个铁。没有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要那个了？哪个？盾牌。等一下，我在做盾牌。好，我在偷用村民家做盾牌。好，我等一下给你。好，我盾牌好了。那我做个角角。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你做个盾牌，土司喵为什么要做两个盾牌？我想说，我帮喵也做。我已经。你想，你就只会想，你为什么不问、不说、不沟通？你总是只是自己想。好扯！他们在打了，喵哈喵哈，我给你，我来靠近你了。哦，你在那边。对，这里有个铁卷，感觉不错哦。好，你先过来拿一下你的斧头。哎、欸，啊，它不是红的。打了你就会变红啊。哪里哪里有 biu 打啦打了啊！哦，绿队就刚刚赢的那一队。对。他们少血。来，喵哈，我们跟着土司喵走。我跟着你后面。啊！哇，前面。还有装备，你等一下，你慢一点哦，我走侧路，我绕他，我绕他，那我跟土司喵，我绕他背后，他没注意到，不能往后跑，有一个绕背，哦，过去了，哇，我也倒了啊，可惜被他们两个一起上了，哦呦，打一个，追，圣梦娜，可以，sweet nice， 奇袭成功。1换3，赚！来，把地上的金苹果看一下，下面还有那个岩浆桶，下面还有一个金头颅。有衣服，鞋跟脚跟鞋我是多的。脚跟鞋有什么差？啊，脚跟鞋有什么差？嗯，就一个差在4个月没玩的人，烦死了。阿汪有点赤裸，看他要不要。他是一个人。对，可以给他那个斧头，哎，丢了，有捕获成功。你看，我们是帮他复仇，他们是被绿队打爆，我们打爆绿队。他不是阿汪了，他是阿巧。我你有没有我的头颅？当阿巧，当什么阿发？阿发敌对的哎、欸，阿汪，阿发是绿队的、欸。有，哎呦，跟着汪克里走。可是他斧头不是红色的，我怀疑是盗版的。你感觉有点没听到喵哈的声音呢，他是越来越小声了、啊。我看一下喵哈音量，好像变一了。4个月后的霸凌。哦，碎，土司喵 ，nice， 土司喵来了，土司喵后面小心磕金头颅。好，你慢打，你队友来了，来帮土司喵，金头颅可以再磕、哦、土司喵。哇、哦，土司喵高光的一天啊！哎、欸。喵克力，汪克力在打，土司喵，你要输给汪克力了吗？是你知道我刚刚很放心的想说还有其他队，结果没想到是阿汪打过来，我就把汪克力直接大刀阔斧把喵哈给剁了，差一点啊！而且你知道我就很放心的把盾给放下来，不能信啊！我1换3够的，而且没有大王重生了，他变汪克力了。汪克力。超多很像阿汪，我们再走一走，欸、是阿汪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！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刚第一场真的很夸张，4个月没玩过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哎！我刚有一种这个东西要怎么用的感觉，特别游戏吗？真的，你知道刚有一种，我好像真的有一种在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感觉。你们是在打错？啊哦不是他那个怎么会爬上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怪怪的哎、欸！你来，你怎么就这样、啊？我刚刚应该没有丢装备给你、啊。要不要你剪一下我那个书？喵哈喵哈，上面有一本我的书，你可以剪去，在我头那个旁边。
不是啊，他这样怎么会爬上来？我还把水堵掉了耶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捡到。在没有没有没有，在旁边，在上面，上面下面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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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头抬高，头抬高，太高了太高了。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水池旁边有一个钟？右边、哦。你说这个钟吗？对 对, 對、啊，抬头上面。哇，是芝麻哎、欸！哦，原来是芝麻的关系吗？旁边有一只芝麻。不是，你是被芝麻推的吗？不是啦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走这个边边，可是他这样应该也摸不到我啊，这超远的。OK， 我现在是小雨。OK， 没有问题。可是你颜色好明显了，算了。还行啊，你自己看我的保护色多好。是没错啦，那蓝色一点有够亮眼的。没错，我来帮你们偷拍。我看到他鸡了，快跑快跑！快逃啊！我还是喜欢用剑，用斧头好手。快逃啊！请问是剩我一个的吗？是的。怎样？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然后我就要让他们带，我要想办法带他们去找不到别队。哇，这里会死人哎、欸！你这边直直往下走，然后左边有一只土司喵。好。哇！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没关系，我现在速度应该，我应该比他们远一点。对对对，就前面这个建筑，就前面这个建筑，他在打那个。冲进去就对了。你就冲进去，他在打。我看到那个，我看到发发了，我看到发发了。啊！有人，我成功带他们过来了。有人了，有人了！阿喵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打死他！自己打死他！带一个走，带一个走。好耶！那个加速战争的催化剂。没错。我打不死你们，但我要看你们打起来。那样很多粉丝可以吃。好小心啊，诺英。哦，没事，法法从旁边、欸、超过来。差一点点，有，开打了，开打了，开打，开打，开打，爸爸要死了，爸爸要死了，爸爸小心，啊，爸爸死了，他哭了，诺伊，诺伊，诺伊就在旁边看，完了，团团把书吃了，回来了，完了，啊，他们，哦，他们刚好先去，哦、来了，土司喵刚好先去打那个。哦，巧克力他们从团团旁边下就经过去，哦、他的土色被我保护了他。哦、那个皮革衣服、啊，皮革衣原来有这种用处啊！哎，还以为是泥土呢，没看到，完全没看到，就这样走过去。对啊，推他下去。怎么样？啊，被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推他下去，啊、下去了，摔、啊、死了。那么团团直接再把熊猫团团打输啊！哦，熊猫团团又捡了一本书，好狠！继承了，哦，又一本了，差一滴。哇，熊猫团团又吃，已经都全部吃完了，没得吃了。熊猫团团完了，要被制裁啊！小雨的头在 Bobo 身上，对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可是，哦，我输了、哦，我又输了、哦，好像，哇！我想问说，就是 Bobo 跟巧克力，你们两个那个时候呢，刚到那个村庄的时候，你们有看到我吗？土色伪装，那、欸、超扯。他保护色、欸，你们。然后我们主播视角有发现了一件事情。哇，完全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在那边捡东西，直接路过，走过去，他在一个泥土在旁边。他在地底呢，有一个是地底的，那叫什么深海仪宫殿，也是把它埋在地底的，是特别的指令。哦、可是怕那个弄不到，哎、欸，我按错了。哇，多了一个，多了一个，哇，这可以，也可以，地错了。对啊，美萱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是变的，变的，我真的忙不忙 ？Moment 的 ，Moment 的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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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又多了一个 N 开头的？分那么细干嘛？阿波哥，你加吗？淹水的？没有，不是我加，我加是下面那一层已经被水淹起来的地方。哦哦哇哦哦哇哦！在宅里，这个在屋顶啊！哎呦，好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要跳海吗？为什么会凋零啊？好像跳下去哈。为什么会有吱吱声？你这里面就很多怪哦，很危险。还为什么还在凋零啊？为什么还在凋？嗯，我好凋哦、喔。现在是还不会受伤，可是等一下就会受伤。对啊，你们在屋子吗？还是我在屋子外？没有，我在隔壁。我离海岸比较近，我先去海岸了。
我走错边，我在你隔壁有一圈，然后我还在雕，怎么办？我也还在雕，我也还在雕，还在雕。啊，上面还在雕，我快要雕死的，我快被护工射死了。哎、欸，小雨！哎、欸，你后面有人哎、欸，是你的，是。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我们原来是四个队伍啊。对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个凋零状态，哎、啊欸，我杀死了。我杀了熊猫团团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很好笑。到底这个为什么他可以活得那么久啊？为什么？啊，两个在水。为什么波波可以活那么久啊？这个游戏开始都没有分对久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凋零？在圈外，他有一个很酷酷的东西啊啊啊！我们可以再一次这张吃头颅就是赢了。血比别人多就可以撑下去了，吃到就赢。我原本想说我撑着一下，结果不对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对、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有凋零了，没事了，没有凋零了。打个树，打树，打树，对，敲个木头了。哈，这是 UHC，、欸、不是 UHC， 我在水里呢。哎、欸，哪里？在水里？为什么？我在水里呢。我要怎么离开？你要不要先上岸？按就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在刚刚那个只有水的地方。哦，那你赶快盖一个门。我要怎么盖一个门？我在水里面嘞、欸。不是不是，他在哦，你要盖给他是不是？那我们盖给他。哈？啊，完了完了！你啊啊啊！我要气死了！有没有东西？我要气死了！我们根本不在同一个空间就对了。对，对对对。对，没，是我们盖一个，我过去找你。不要不要！没有。有了。这时候要开始考验四个玩四个月前没有玩 Minecraft， 请问现在考题一。你后面走，往后面走。哦，你们地上是有地板的。没有，我们盖那个门。我是另外一个，那个是哈基，那个是哈基。啊，那好远哦，那好远哦。我过去偷走他。我进不去了。你进不来？我看一下。我好困惑。应该可以吧？哎，我不行了，我进不去了，因为我自己也盖一个门，然后结果我进你的门是从我的门出来。哈？完了，出 bug 了。那你要把那个拆掉耶？我怎么拆呀、啊？你我啊，我们啊有没有换回来？有没有换回来了？哦，有哦，你们刚盖在土地上啊！我从你的门出来了耶，对吧、啊？啊，不是、啊，我们干脆要待在这个水的区域，就不会有人找到我们啊。不是我们到底是要在哪边玩？我先搞不没有啊，这应该在有土地，我们可以在水的地方，他们就找不到我们，就也不会有人来砍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聊天聊一整天嘞！哇。是好像蛮合理的，但往哪里怪怪的。我们可以坐船，然后飞过去啊，然后我们就在船上开始游泳，想说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要结束哎、欸？对，还是我们坐着船去游泳好。我觉得会被骂死。不会吧？还好吧？明那个正大光明的偷懒。哇！你旁边的、啊啊、完了啊！他们怎么过来的？啊巧啊！哇！哎，我跟巧哇，我跟巧克力已经是一起死的哎、欸！哇，怎么有铁剑？你快，水边那边有两本书。没有，他们都捡走了。我只是想偷懒而已，然后就收到天罚了。你赶快，因为波波，你赶快穿过那个门，你赶快穿过那个门。他现在没有门。他现在没有用了，他现在没有用了，可恶！快走！哎、欸，他只会左右来回而已。而且左右来回也可以骗他们啊！哈基被左右来回了。哎、欸，阿斯卡你很快跑哦！土司喵追你，哈基也追你。啊你要不行？土司喵正在追，你不行了。再见了。这场好乱哦，完全看不懂在干嘛。没事。我要想说拿船再去走。黄队。黄队也太爽了吧！黄队一整个，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你们在下面打完了吧？我们要下去了吧？他们盖了一个那个兔子耶！哎、欸，真的耶！欸、真的耶，他们好像很闲耶！其实我们刚刚这一组也可以很闲，只是来不及那么闲而已。
我们应该全部人一起坐船，然后绕开。对啊，你们应该，你们应该是要做好那个门，然后带着船过来。因为我是，不知道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在砍木头的时候，巧克力就冲过来把我揍死。哎呦哎呦，他要死了！然后他祭祀了。哦，两本书，剩一只诺伊。凶哦，很凶哎、欸，这两个女生把我的草直接丢出来。他们一人一艘船呢。都打到互相打到船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 yeah. 哇！你们姐妹手牵手砍两人，我们可是开场一起被诅咒的人，没错。哦，所以其实你们在上面等诅咒结束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在上面中五分钟诅咒，他们在上面看一下戏好，我们也不能干嘛。我昨天一开始超尴尬，有那个喵哈直接在海上，对啊，就我们那边说啊，喵哈你赶快盖一个那个门就可以传过来，海上根本没办法盖啊，我没有落足点怎么盖？然后慢慢游，波波就说好，我没有那那不管怎么游都是海，盖错，对，然后波波直接盖错，然后挖不掉。那我们是想说去那里玩玩，然后就来来回回，然后团长就被抛弃在那里，我回不来，我好惨。Thank you.